你上次说那个晚会的事情，我会帮你处理啦。我先去大陆一趟，我回来就把你处理好。都懂嘞啦，卖还肉啦。好啦好啦，先安尼好不好？OK。对，那个叶秘书，那个赴大陆申请表，你帮我送出去一下，好。您是要去大陆哪个城市啊？广州啦。去几天呢？四五天啊。是四天还是五天？哎，那没有关系，不要写啦。乡长，这个申请表几乎都是空白的。那没有关系啦，你就那个不用那么讲究啦。我够喊口嘞，阿妈，无来个秘书啦，会啰嗦个安尼，阿小兰去找你啊。来，林德，喝茶，来。时间很快哦。对啊。你今嘛政风主任啊吼。你今嘛民选首长乡长呢？无啦，小小乡长尔咧。你有啦，哪有小小乡长？你有民意基础呢。不过我看你这边没有政风室，对不对？以后如果你政务推动上有遇到一些什么政风的问题，一通电话打给我，马上服务到家。给你一些好的建议。好啊，就麻烦你指教一下。没有啦，指教不敢，大家互相帮忙啊。啊，拍摄，我赶时间，我赶时间。哎，我去机场，你坐，拍摄。那叶秘书啊，那你们家乡长是要赶去哪里啊？哦，他去大陆啊。去大陆哦。好了，公务人员在赴大陆地区之前，一定要依规定完成申请程序。你看，都白的，那当然被推荐啊！你怎么不早跟我说了？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。怎么办？还要留14天呢、不要吵了，你回去换衣服，我这里等你泡茶。快去，快一点啊！出去动作就那么快，实在是。公务人员赴大陆地区之前，一定要依规定完成所有的申请程序。你的申请表里面，不管是事由或是行程的内容以及行程时间，都要详细的登载清楚。这样完成核准之后，你就可以愉快的出门去了。记得，民选首长也一样要完成申请。各位同仁，如果对于相关的规定还有疑问的话，欢迎随时向机关内的人事或政风单位的同仁洽询，相信他们一定可以给你最好的服务。